现在你已经是三票了，最后一票不管是填谁，我们这一排往后退三步，来，所有的这个其他的朋友往后退三步。杨宗纬，现在有三票投给你，你已经在哭了。他们不是要害你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心里也很难过，你知道吗？那还要看最后一票吗？好，我们这个节目的运作没有办法哈。来，许仁杰，你投给谁？杨宗纬今天可以说是在评审团当中没有得到青睐之外，在自己的战友，为什么？许仁杰，我其实我觉得他平常的歌唱实力和音色是一定是被获得肯定。他直觉说，对100万明星梦来讲。跟我一样，就是对，应该更谨慎，就是抱着一次晋级就是一次肯定，对，不要想太多。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战友跟对评审说？我很感谢评审老师，因为就是我觉得我唱歌还有很多的缺点，然后是。必须要改进，因为我很相信，就是各位老师都是非常专业，而且老师都很对我希望都很高。可是今天真的很对不起我，我没有唱，然后我也其实我今天蛮开心的，就是可以唱到这边，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的照顾跟支持。成就了我。其实杨宗纬的表现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，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跟球鞋店的女孩说？就是有机会我会再唱歌给他们听。好，我们在这边其实制作单位也准备了一些这个 VCR 要送给你，好吗？那希望你这个一路记得我们对你的祝福跟疼爱。杨宗纬，来，我们看看 VCR。殊不知自己今天是大考验的男主角，一连被好友无情背叛的杨宗纬，知道自己被设计后会有什么反应呢？制作单位也准备了一些这个 VCR 要送给你，好吗？那希望你这个一路记得我们对你的祝福跟疼爱。杨宗纬，来，我们看看 VCR。其实呢，现在我们星光大道的这个幕后版才是真正的给分。针对刚刚杨宗纬的演唱，各位会给几个灯？想会给四个灯，因为他真的越来唱的越来越好了，至少在四个半吧。我想应该除了他那个不是快掉下来的裤子，我应该会给五分。只能给他三分，因为真的穿不好。我会给他五分呢。掉下不少眼泪的杨宗纬，今天真正的实际分数是21.5的破表高分。我们所设计的一切，都是为了给在录影当天生日的杨宗纬一个意外的惊喜，祝福他能实现他的歌唱梦想。杨宗纬，不要再哭了，生日快乐！很可爱呢，生日是几月几号？4月4。4月4号是他的生日啊！在这边来，你站到蛋糕前面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唱一首歌。祝你生日快乐！评审就知道这件事，对不对？张宇会不会觉得现在综艺节目还是蛮无聊的？就是很累，你知道吗？要一直憋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要一定要讲出他的坏话出来，要讲他的缺点。问题是又找不太到，是吧？而且刚刚小朋友还蛮想发出一些那种哼哼质疑你们声音，可大又不敢，
就想说明明唱得很好，对不对，小虫老师？对呀、啊，真的是鸡蛋里挑骨头了。其实真的找不到什么缺点，我只能说从录音室的角度来看，他一直在铺麦。不过是真的啊、哦，你自己唱歌要小心一点，嗯、因为铺麦人家听得不舒服。你已经很会唱了。这整个都是个骗局啊！你现在可以说话了吗？你的感想？我们瞒了这么久，在帮你过生日，哎，四月四号这位儿童。其实我还是很感谢，就是工作人员啊，老师。我就很不喜欢在镜头前，很不喜欢在镜头前面哭。哦，可是你每一集几乎都有哭呢。杨宗纬，从小有人帮你过生日吗？从小真的没有人帮你过生日？就是我们家就是随便买一个蛋糕这样子。我们这不是随便买的哦，哈、哦。不过其实今天还有这个一个特别的奖要颁，是不是小林老师来宣布？对，在今天呢，因为是一个生日 party， 但是在生日会上呢，还是要选出一位第一名。那在今天呢，我们几个评审讨论出来的结果，就是第一名是杨宗纬。恭喜杨宗纬！因为从这一集开始呢，其实我们有很好的奖品提供给大家。那刚好是第一次提供，不是因为你是寿星哦，是因为你唱歌的表现，知道吗？好，你可以得到的奖品有震惊奖的银饰近万元，七塔化妆品一组已经超过万元 ，DNG 手表一只近万元，雅马哈电子琴一部两万元以上，整个加起来近五万元的奖品送给杨宗纬。好，那当然，杨宗纬现在要这个许愿了，来，这个在电视机前面许下你三个心愿，要讲出来吗？要可以讲两个吗？第一个就是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很，因为健康最重要，身体健康最重要。然后我希望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就是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，然后。但你的表情很愁苦呢。第二个愿望是，我希望超级星光大道收视率破10。第三个愿望是祝你生日快乐，谢谢，再次谢谢所有的评审、所有的观众朋友，祝我们杨宗纬生日快乐，歌越唱越好听，早日有他自己的新专辑。超级星光大道，下周见。摄影棚内充满着替杨宗纬庆生的欢乐气氛，本周参赛者终于能抛开被淘汰的压力尽情欢笑，但下一周全新的挑战正等着他们，谁能留到最后成为百万奖金及唱片合约的得主呢？